这边呢，连续啊两三个月都没有降雨，导致呢这边呢干旱很严重。600多亩呢，差不多有200多亩的这个幼苗呢，基本上是枯死，损失呢是很大的。看到这个群众受灾啊，我们也非常心急，也非常心痛，所以我们呢就在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洒水车进行这个洒水。为了把这个受灾省上降到最低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